一早晨醒来，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捡狗屎。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去遛狗呀？我都不想捡狗屎了。哎呦，每天捡狗屎，天天捡。洗澡，正好我洗澡，把它冲一下，换一张布，尿布，呦呦呦。幸亏家里边有，不然迷路在家里边尿尿的东西。先坐在这儿吧，我先洗澡。今天我们吃火锅，先来买个火锅底料，顺便去买点饮料，买点饮料。反正下来了，顺便取个包裹吧。哎，有小东西。太馋了，我们今天开始吃火锅，羊肉卷儿，小肥羊的汤底。好，这是我们调料。那在内蒙吃火锅就是先是芝麻酱，然后韭菜花，倒吧，咸猪卷。然后这个酱是韭黄酱，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酱，还是调味火锅底料。韭黄酱、葱花，香菜，然后再等会儿再加点这个汤料就可以了。啊，其实还有这个辣椒油也可以倒点。可以。啊，吃的时候再吃点醋蒜啊什么就可以了。这火是比较小。好，哦，羊肉。在我们这边小区里边这种超市里啊，都可以买到我们当地的这种羊肉卷。我不知道这个车现在停了许久，它还能不能启动？想出去溜达一圈，哦，都感觉冻住了，试一下。哦，还是能启动的。天哪，这车！哦，胎压报警了，轮胎报警了，这事儿。还好。哎，先暖暖车吧，这车已经很久很久没开，全是火应该是。安全带系着。现在外面好冷哦。现在外边已经有很多人在外面走了，不像前几天没有人进来。哦，往边出来又拉一圈，去哪里呢？我们去看看垂钓的地方吧。去水库看一圈。没事干，这儿还有商店开门，我们去买一个买瓶酒。这怎么成了卖水果的了？怎么时常不回？这成了卖水果的了吗？倒闭了，招牌都没换。